期不要跟他打，不要跟他打得太激烈，我们前期发育为主，因为这个墙实在是太他妈远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打你真的很吃亏。哎呀，卡了一下平 A 好了。哎呦，我操！我感觉我应该绕一圈的。他先生啊，知道吗？哎，他 WCD 好快 WCD 真的有点快了，我靠！一级 A 不过他，感觉还那里卡了一下平 A 的原因。一级能 A 不过他呀？好比光束，无不消失黑暗。不是他对手。但我从这边绕一圈要绕很远，你知道吗？还是被他抢到二了，这是比较伤的。痛苦是光明的入口。WCD 十八秒。如果生活完美的还是那个问题，真的被动 CD 太长了啊！啊？什么玩意？不是哥。你这样我没等级了，不是你这样我没等级了呀，哥，我他妈这么一大波线被你分经验。不是这什么东西啊？在干啥？啊？你在干嘛？他什么意思呀？我没太看懂。哎呀不行，我炸了。我没太看懂。复仇也是一场交易，价码就是你的灵魂。哎呀，我等级炸了呀！我刚刚四级都没升到，我等级太低了，我才三级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等级被他分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源代码存在漏洞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哎，别分我经验啊，我没等级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都这什么啊？我脑残啊！哎，你别分我经验了，本来就他妈等级低，还在这里分我经验，这都好恶心呐！怎么有这种人啊？他妈脑残，无语了。本来他妈等级很低了。有时候，伤疤是一个人最上等的话。啊！什么脑残啊！我操！这把罗三项，罗三项打压力大的英雄，罗三项。哎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算了，不管，没事，我们这把能赢，四打五也可以打的，我稳一点，不能再给机会了。我等级真的爆了，他都七级了，我还没升六，他分了我起码三四波经验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前面就打没打好。
一下那个伤害。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，他们的代码中存在漏洞。先控一下线，蜘蛛来了。他妈公司还有绩效，别人还有妈呢，你有吗？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先发育一下，新版本前期还是很弱的，这个我必须得给他们提醒一下。你别说等会看我中后期乱杀，你一进游戏被别人乱杀，前期真的很弱，知道吗？前期还是很弱的。把东西踹一下，先拉一下，我们这波可以杀他，兄弟们，一上就 AQ。大招落地 AQ 再来 A 一下 OK， 我们这波是能杀的，卡好他一个 CD。 三枪的话还差400块，我们这个多兰剑是不能卖的哈，兄弟们，我看能不能再苟点钱，感觉苟不出来了。硬猜吧，应该够的，170不够呀，咋办呀，兄弟们，不够呀，我钱不够呀，万出到三项。我真不想卖多兰剑，多兰剑我是 一点都不想卖的，要不出个木锤加提亚马特吧。哎不对，他杀不了我，只要蜘蛛不在他杀不了我的，我们塔下再苟一会儿。蜘蛛塔啊，你在干嘛？手上的任务是唯一的。打不动他有点。哎，坏，好痛啊！我没蓝了，没办法了，兄弟们。贪，我在贪这个三项。主要是他一拳能打死我嘛，他一个一加一拳，我直接死了。我想着他一拉过我，拉我过去，我应该还能扛一拳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没事，游戏开始了。我想着我应该能扛一拳，但感觉还扛不住，感觉是刚好死。就是如果我能再扛一拳的话，我就不会死，我就能杀他，知道吧？扛不住那一拳，直接死了。婉豪他残血回复能力太强了，我打不死他。知晓我们所有的秘密，适者生存。哎，追不上了，就这样打就可以了。他死了。进化，上过后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对，前期一技能特别特别特别难放，因为这个墙太少了，知道吗？在这个线中间的时候，是一技能根本没法放。在塔下还好一点，不管在我们的塔还是在对面塔，我们一都能好放很多。前期会稍微难受点吧，把这个塔拆了。我好像错过了一，就前期会超级无敌难受。但是你只要度过好了前期，那你就会很舒服。能理解吗？就还，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吧。
你只要度过前期，你就可以玩得特别舒服。现在应该差不多了，这把我们试试那个吧，试试巨酒吧，巨酒数据感觉有点超模的，巨酒感觉挺强的，试一下。前期如果你担心自己打不过的话，你就苟住就好了，苟住，但是你要学怎么打，你必须要学怎么打，你不学怎么打的话你还是很难操作，就变得比以前更需要熟练度了，知道吗？情感那个英雄我们都不可以杀他的，兄弟看好，先走位躲一下他那个增伤，然后黏着他打就行了，阿顿可以先拉开，等一下技能，这个直接大刀框他 AQ， 然后贴墙边弹再一脚，也得先拉开的，拉开等一下技能 CD 去酒，只少了15点攻击力，但是多了550点血，这个血其实多的很多，风暴狂涌是吧，想狂涌我没用哈，老弟全力的维持必须不计代价，三项出来就立马就直接起飞了，还是改变不了依赖一个大剑的事实，情感这个英雄太依赖装备了，所以装备强的话情感就会强，装备不强的话情感就弱，来吧巨酒吧，我去，感觉这巨酒是面板看得好夸张呀，兄弟们，这巨酒的面板，这巨酒的面板看得好夸张呀，他每一下平安还会附带37的伤害，这才是这个装备真正超模的地方，知道吗？他不仅是数值超模，他还每一下平安会附额伤害，但感觉青钢影的话也行吧，你这谁都依赖装备啊，不很多英雄不依赖装备的啊，这什么逼新线速度啊，这巨酒有很多英雄是不依赖装备的，就是那种英雄就是干嘛呢，那种英雄就随便出点装备就可以把别人打死，知道吧？或者说大家都没有装备的情况下什么英雄更强，那种就是不依赖装备的，我操，这什么玩意儿，什么玩意儿啊啊，如果生活还能改变，主播给个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诺手啊，数值怪全部都是，你不用我举例子，我就跟你说，数值怪所有的数值怪全部都是不依赖装备的，你自己想一下是不是吧？啊哦，被干碎了你啊，有点痛，没护甲，我这个血量感觉虚胖，妈的太虚胖了，我感觉我挺漏的，怎么一碰就碎呢，虚胖，纯虚胖，感觉就那样吧，强是强，但是感觉没那么适合青钢，青钢感觉还吸血好一点，对，青钢感觉还吸血好一点，巨酒强归强，但真的可能还是那个更适合青钢一点，就是那个，对，你们知道的那个，感觉还是要吸血一点，这玩意儿强归强，但是没用，强是真强，没用也是真没用，对，我感觉我们更需要吸血，他这个估计劣势出吧，这装备我估计劣势出不错，这玩意儿估计劣势出挺好的，劣势出这个撑强度，优势的话感觉还没必要，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，目标
出现。你好。What's up? 我操！破败狗！得拉死，得拉死！这破败太猛了，两个学生自卫干了我1200，一个学生自卫600多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该不该出巨酒，兄弟们？我也不能去出那个呀，出不假去吧，把他杀了。注意你的礼貌。要拉扯要拉扯，打这玩意真得拉扯。我刚刚有点上头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注意他的装备。就刚刚没注意他装备，我们得跟他打拉扯的，打这玩意。我没注意他出的破败，破败这玩意太猛了。破败加黑切，我去，要你命三千。我觉得破败加黑切就是要你命三千，一点都不夸张。破败这个东西很counter青钢影的，巨counter。就青钢影这个英雄最怕的一个装备就是破败，因为我们生命值很高。你看我们3000连血，但是我们是虚胖，我们不会有护甲的，我们不会有护甲，我们的血量是虚胖，所以这玩意就打不去痛。没事，稳一点、啊，不会再死了，兄弟。打点钱做一下那个，做一下司机的毛，赶紧把青龙刀做出来。一个辅助怎么700块啊？他们辅助6-1-5的辅助，我的天哪！我操，双刀，好猛的双刀呀！刀哥还挺猛的哈。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。他这6-1-5巨酒怎么说呢，还行，强度是有的，但是我用不太习惯。我觉得这装备烈士出挺好的，烈士出撑强度，优势感觉还是九头蛇呗，贪欲也不差，贪欲强度也不低，没必要硬要出这玩意。这玩意缺 CD， 你们没发现我 CD 有点少吗？出这玩意没 CD。那我带去吧。猫我也不知道猫什么情况呀，挺恶心的，说出来。他不会觉得他这样玩很酷呗？在光亮里，嗯，三箱是20CD，改回去，改回来了。Shut down。客气，这什么玩意？黑暗给光明的一深刻。
只有一个兵了吗？要不扛塔拆吧。哎，完了有人。好吧，他们家居然还有人。等待会带来风控，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哎呀，没续航呀，为什么不做探域呀？我为什么不做探域呢，兄弟们？我要有探域，我这个时候应该满血了。自力更生的女性应该更加流行。哎呦，你奶奶的！坏的坏的坏的！救一下我，救一下我！啊！你舌头嫩长啊，这舔到我了！不是你舌头嫩长啊，这舔到我了！哈哈，不是你这塔姆有点过分了哈，这么远舔到我的！哎，我这这被舔到了，这么远哎！最后已经赶紧补魔抗了呗，哎 ，CD 真的太少了，嗯 ，CD 太少了，漏确实是漏，最后已经出啥呢？血手，血手呗，血手还加韧性呢，挺好的。技术服务于进化，而非控制。肯定不出输出装了哈，最后一件一定是防装，我们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全部都是输出装的，不可能再做输出装的，这都大后期了。暴行终将换来同样的回报，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GG。